当然有些人是投资者帮你画，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，不是说他们有做的事情，其实超过你的想象。只是我们通常知道的是比较多的，就像陈月芝这个家族，每次谈到他们，都只会谈到陈月芝，谈到老师，谈到读书。他们家人就说，我们家人不是只会读书，而且其实我们家最弱的是读书。因为他们家起家不是靠读书嘛，是先有钱嘛，是会做生意嘛，是地主。他们最早的根据地做生意，主要是在万华，不是在这，最早是在万华。所以一般我们刻板印象会呈现这个认识，其实那都只是部分，就是后来很多人刻意去谈的部分，其实有一些是外人不是那么了解的。那当然还不错，就他们最近面弄这个房子的关系，家里有一些人慢慢开始注重，然后把他们家的历史很多文物的东西慢慢就拿出来摊在阳光下，对，让我们慢慢可以更了解这个家族，他们曾经做过一些事情，为他们收藏，让我们给大家看到有这个气节，每个东西天晓得是指的是谁的，那个藏在他们家里面，他们是现在不是有那种比较新的观念，可以把东西拿出来分享，还看不到，那所以就只能是传说，那到底谁说的？那有那个证据，你就很清楚他的说法对。那有关他们家的很多事情，像他们家过来的人也多，很多很多大家族一样，包括谁，然后很多小孩，然后甚至他们家也有五官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他们有五官，但他家还地牢，他们抓过土匪，那个海贼关在家里，他们家还牢房，他们家牢房不是刻意盖的牢房，而是用房子那个护笼比较不重要的房子抢走。就有这些东西，我从来没做过，对不对？他们家其实参与的东西非常的多，就是大家族嘛，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事情，他们家都参与到了，甚至有部分有什么，所以他们家还有养兵，还有部队，还有牢房，哇，都蛮不可思议的，不知道这个地方长辈管。